画面上是国民党的副主席连胜文以及台东的立委黄建斌跟高雄市议员黄香淑、李梅珍、徐彩珍特别来到基隆力挺谢国梁，一行人从镇滨渔港沿途浏览这个观光廊带，走到全台最美的热狗堡候车亭附近进行媒体联访。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镇滨渔港周边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首先就是我们在水陆两用观光巴士就会利用镇滨渔港来做一个上下船的一个上下水的这个起点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参考了高雄的经验检讨改善，提出更好的方案。那在我后方也有一个阿根纳的这个欢迎一个阿根纳的一个文创历史建物空间我们也会把它当作未来的一个文创跟这个一些文旅的使用。在它的对面是航港局跟港务公司的合一路仓库，未来我们也想作为一个科技跟极限运动的一个室内空间。所以我想镇滨这边当然过去有彩色屋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一点一滴我们都在做更多的改善跟更好的发展。我们谢市长在任内不只推动了整个基隆市的这个发展，包含了这个我们像这观光以及其他产业方面的这种提升那么其实它包括很多社会公益，比如说这个对照营养午餐的这个费用的提升还有这个包括骑楼整治这个那骑楼整平这样的很多基础的设施它都在做一年九个月的时间，难道不能让谢市长好好做吗？我们可以看到基隆在这一年九个月的时间变化很多，包括我们现在站的我们的镇滨渔港，未来会有我们的所谓的海陆两栖的我们的过去高雄叫做鸭子船那你们叫做观光巴士。观光巴士，我们刚才有听到我们的鼎超处长有特别去提到了过去高雄的鸭子船的不好的经验，我们基隆会全部把它改正，会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海陆两栖的观光巴士。所以我不希望说基隆选出这么一个这么优秀的市长然后再来罢免他，那不是民进党非常尊重民主吗？这就是民主选出来这么优秀的市长，而且这次的罢免非常非常没有正当性，讲出一个正当的理由出来就要罢免市长。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在基隆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只是上来挺这么好的市长，大家说为什么要高雄千里迢迢跑过来，就是因为这么好的市长我们一定要把它留住。高雄呢跟这个我们的基隆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要一起共同来守护这个地方。大家也很清楚说我们高雄有一个罢免的这个公民团体叫做 We Care 高雄，但是他们有 care 高雄吗？其实我想大家都明白他们一点都不 care 高雄。其实这些呢都是为了这个罢免而生出来的这个公民团体后面是谁在操控他们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那其实呢在一场选罢免的过程，市政呢就这样子延宕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民脂民膏也全部都花费在这个上面。说实在的，我真的是替台湾的人民感到非常的不值这次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展现了团结的气势，一波接一波来替基隆市长谢国梁加油打气。除了展现市政亮点，也呼吁市民朋友在10月13号一定要投下不同意罢免票，才能将大罢免潮在基隆挡下来，让大家能够专心的拼市政建设。作为好朋友，做乡亲，作为时代来个拜托。10月13号，这不仅是谢市长的未来，这也是恁家人的未来。恁来站出来，为着恁家的未来，为着恁子孙的未来，要勇敢站出来，来支持咱的谢国梁市长，勇敢的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票，来捍卫自己的未来。谢谢大家。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在10月13号，要吹出不同意罢免票，不只要让基隆票数要开得好看。也要把大罢免潮就在基隆，要希望能够把它熄灭。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